我们讲哈，刚才讲到那个不时节食跟时节食，那属于自杀、他杀或以病或无医言松间食的，这就是不时节食啊。所以你看，我们不是定命论的，就是说，你看他，我们接着啊，或受命尽乃至老死，实为时节食。那这中间突然有其他因缘，当然这样讲啊，有时候大家留意啊，所以说有时候，但是做外在来看啊，其实如果你的命本来今生要报这个，本来也算是时节吧。如果从比较，我们如果说，到最后因缘到了啊，没有其他障碍，时候到了，这叫时节，很正常，就正常的时。除此之外有其他因缘干扰进来的中间时的，那这个也是一个笼统定义啦，啊，就叫做不时节时。那如果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我们讲时节，但就一般常态说啊，这个人中间短命死的。可是在业果上来讲，如果他刚好是因业报现前，也就是说他本来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受报，就像有些事情虽然不是定命，但它的因缘在这里会受报啊。那这个受报在外面来看叫不时节食啊，可是如果我们来讲，其实也是因缘具足了，也是因缘具足。那我们就世间法里面讲说，正常的不要其他干扰叫时节食的。哎，那我要在这里讲的就是，其实寿命本身，他有他的业力，执持业力，这个执持业力不是定在那里死死的，而他是这样，他会随着你今生所造作的也会改变他啊。这个所以说，你不要把认为说一切都怪到说命啊命啊啊，没错，你有的业力，比如说你的业力啊，他如果在正常状态，他会持守大概80岁。那执着80岁，可是你啊，你修善，你清心寡欲，你让你的那个生命的持持力量啊衰败的慢，你的寿命延长，本来就这样。可是你开始啊吃香喝辣，造作很多因缘，破坏这个生命的持续的众缘，这个众缘被你这样造作给坏掉了，短命。那尤其是有些东西是重大的烦恼啊，容易短命。重大烦恼，好，你看尤其是伤害广大众生这个啊，这个业报都很大，尤其是伤害广大众生这种都是，个人或另外如果遍及一，就是那个量越来越大的啊，比如说你看，杀父杀母啊，诸佛生血，哇，这个都是极大伤害。乃至对一切众生起重大伤害的，这个都是业报会很重的，这种很容易夺你的寿命啊。而我们大概知道啊，刚才我们有一个地方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我再强调一下，说你以不乱心，就是你应该作摄一切心，以不乱心念众生时，我入十法，向你死去，不过十法。这个观念大家要注意，就是在略论里面啊，很多地方谈我们这个死是什么，第一个必死，再过来哪时候死不知道，哎，一定会，哎，哪时候不知道，那应该怎么样，时时警惕。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必死的话，我可以回避，那如果知道时间的话，我可以先玩，我先干什么都可以。但我不知道，那不知道的时候，就变成只好怎么样，时时警惕，时时警惕。那时时警惕的话，是不是一定要一直挂碍，买很多保险？那买保险也没什么用。是坦然接受，如法清净对应，而不是去等他来恐怖，不是是啊，物事敌之。不来，正是无有以待之。我不怕你来，我已经做好准备。
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都保持内心的清净，等候这个因缘来，就算此时来我亦无挂碍，我必生胜处。好，那我现在我不知道哪时候来，但我念佛念的专注，我时时有必得往生的信心。那我现在就如我前面讲说，时不再恐怖，时却是一个转换因缘。我借着时的因缘，把我今生所受的业障做一次了结。假如是求生净土的人，大家就说了解，从此最后一件，最后一生再苦都熬过去。注意这句话，那种决心是一点都不动摇，就是说再苦，因为我对净土很有信心哦。就如我前面讲说必得往生的意思是，当我生出必得往生的坚固不动摇的信念的时候，是必得往生。那因为你信心不动摇嘛，那你因为直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已经也毫无选择，一心向着净土法门的时候，你这时候就会有一种鉴定，就是今生无论再如何再苦，我都必须一次了断。所以才会说上次我们在讲那个课，那个居士啊，到临终前一天，那个病很痛啊，癌症很痛啊，啊，痛到他们家人只好请我们的法师去啊，他跟他谈谈谈，谈到最后，叫他你要忍耐，因为很痛啊。他忍耐，他说好，我一定忍，我一定要忍过去，我一定要求生净土。结果隔天一走，见到弥陀，临终见弥陀，阿弥陀来了。哇、哦，哎，有没有相机去拍起来？他们家人讲说，没带呢。他说，哦，这样哦，哎，可见他还在跟你沟通哦，他不在幻想哦，哦，他在跟你沟通哦，哎，哎，这样啊、哦。不过大家站起来，站起来，不然不礼貌。你看，而且是在他生病之中间，已经看到好几次净土像，啊，他们家人不知道，以为他在幻想。生病幻想，结果后来等他往生后念阿弥陀经啊，真的哦，这才知道说他讲的境界竟然是阿弥陀经里面讲的那个坚固心。所以你要，这个都是心理准备，这个念头你要常有，常有到我知道必死，但我借此死因缘，我第一个必死的东西我就放下，那我借此死因缘作为一个修行的一个关键转折，那该忍就忍过去，千万不要在那啊，哎，要走了，哎呦，仙丹，真的啊，就给了，跟你讲说，哎呀，这个有药可救了，你千万不要起这个希望心，反正我就是准备随时走，有药没药，医生的事。我念我的佛，我此时走，此时了，那时走，那时了，时间与我无干，我不爱着这五浊恶世。这种心要常想哦，不然你那个念死无常，念的一段一段，那个不成形的、啊，哎，是好。好，这因念此二种死，再过来哈。故是以八行八种角度，先师所说修念时啊，好，八种角度来思考时，你看也不是两三下，哎，时因为没死过嘛，死过都忘了，死过都忘了，想要念时也还不一定念得来啊。他说要如凶恶人主啊，一种以无因缘啊，以本取，以生多数，以寿命无力故，以久远分别，以无相故，以刹那故，九种角度来思考时。啊，以中九种角度来思考时。啊，这样你才能对时有更明确的掌握，对时的众缘法，知道时它产生的这种现象，啊，它会有哪些相貌，它会有哪些意义，你知道以后，你看得清楚，你才容易产生那种厌犯世间的功德力才出来嘛，你才会产生那种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修念时的功德才会正向的出来啊。嗯，
好，所以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心理应该调整的东西都应该要留意啊。问曰：云何以凶恶逐修行念死啊？就是说凶恶来追逐你啊，用为什么要这样想？其实刚开始不是讲说当官被杀人见死因缘啊，就是对于这个地象啊。答曰：如被杀人将往杀处，以凶恶人啊拔刀随逐，彼见凶恶人拔刀随后，如是思维：此人杀我，何时我当时？我行一一步于何步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就继续走。他哪时候突然砍了我？我不知道。就像我们的坐飞机碰到恐怖分子，会不会不知道呢？老实讲，现在真的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之前那个911后，我有去啊。有那个实在是很不想到美国。到了机场，你就很怕被当作恐怖分子。看我们这个样子，因为那个每个警察都很快啊，我就拿那个枪啊，我就很谨慎啊，还好我们的小行李啊没关系。可是那种气氛，你就觉得说，因为这也不得已啊。你看，砰到了一个在飞机上啊，现在好了，就是这个。你想他会，如果是恐怖分子，你大概心里想，如果你在飞机上碰到恐怖分子，你应该唯一的想法就是哪时候死，不是吗？啊，他就是要死，他的目的并不是威胁啊，他目的就制造恐怖而已。所以你一旦他说我是恐怖分子，你说啊，阿弥陀佛。其他想法都不用想，就等着往生啊，就哪时候会蹦啊，一声就解决那一种的。因为那个跟那个自杀炸弹的，那根本不是有其他的劫机，有什么企图，他就制造恐怖的啊，制造恐怖他一定会让你爆的啦。好啊，你处在那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好，其实就应该，我们不想说前一阵啊，我们有几年前那个中华掉了几次嘛。我那时候我也常出国，常出国看到平常大家上飞机哇讲话呀，那一阵子很少讲话，那一阵子啊，很多人在念珠，我都会注意看，哦，你这个也在念我，哦，那个大家偷偷念啊，不是很明显啊，就是盖着这样啊，那样，只要起飞或者要下降都特别紧张，啊，尤其只要看到那个飞机啊，那个乱流，大家。这个你看还是人啊，就是蛮陪的啊，就是要一些恐怖的他才会念啊，人就是有时候真的稍微安逸就忘了念佛，一恐怖起来哦开始念，念没几天只要没再摔就开始又不念了。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种习性啊，也到最后安稳了，习惯了，一切稳定了，那个无常心就又不见了。然后你现在就想一想说，我有凶恶追逐我，此人杀我，何时当时？我行一步于何步当时？我去必死，我住必死，我坐必死，我免必死，如是坐禅人，以凶恶人逐故，当修念死。就是说哪时候死不知道，所以我才会讲说念念都是准备啊。那你想说你马上死，我不是常讲一个例子吗？就是说现在我是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要去领乐透5亿啊，我都快来不及了，现在有人跑出来说某某人我还你10000到我们家去，你一定讲说不用还我，你不要吵我就好了，因为你如果吵我，我就领不到那些钱，因为3:30银行要关门了，你也很在乎。好，啊，我也曾经讲过，如果我们念死的时候会怎样？我现在一直念死，念到最后，我现在要往生了。突然有人跟他讲说：“哎，某某人，上次我欠你100块，哎，很大抱歉了。”你也想说：“不要吵我，不要吵我，对不对？”
或是这个生死交关的时候，跟我的生命有关的很多事情都不在乎。好，你要死的时候，你会不会讲说，哎，对，我记得你们那昨天垃圾没到，你就不要再管了吧，垃圾你怎么去管到垃圾了？你都要死人还管到垃圾？哎，不过真的还是有人会挂碍哦。哎，有的人真的放不下的放不下，不过正常应该不会的啊。哎，正常不会，如果已经快死了还去管那些，不会。你知道，当你想到这一点，你马上要死，那这一生最重要的，你最切要的事情会跑出来，其他事情马上就丢掉。所以就念死的功德，这个东西本来我跟你计较，跟你那个计较，好，我现在已经吓得要死，我现在往生，到能不能往生？这时候你跟我讲那个五四三的，不要再打，拜托不要再打。好，哎，这时候这个衣服好不好啊？不用了，都不用了，往生背就可以了，现在不要了，是不是？很多东西都放下了，因为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念得恳切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念念准备好，啊，这个东西对有用没用舍，有用没用舍，不是那个略论里面我谈到那个念死无常啊，他不是他门口啊，啊门口有那个刺啊，经常会把他的衣服勾破啊，他每次要进去的时候，一个勾破，他就说，哎呀，又勾破了，等我进去啊，我再出来把它剪掉，就一进去就想说。我都不一定出来的，就是我进到房间我不一定出来，我何必去剪它？因为如果没出来我就不用剪它啊，结果还好活过来然后又出门又勾到了，他说哎呀，这个下次我回来要剪，可是又想到啊，不一定回来呢，啊算了不要剪啊，就这样勾勾勾勾勾了好几次。当然你以我们现在来讲说你就剪一下嘛，但我们其实我们重点不在讨论那个要不要剪那一个啦，我们重点要讲说他念无常念到那么啊那么紧，那你说他有没有用功？有用功的人，不过如果活在会骂他哦，因为他讲说我进来就没再出去了，还有一段时间几小时，我是说一呼吸间，我是说一出无期间随时，你看这个紧迫，我随时哪一步就会死，所以他没有任何一个延长的一种侥幸心理，我可以有一小时两小时这个啊，我应该念他，当最主要这个念头是念什么？念我后面有一个恶人追逐我，他随时要死，那我们的恶人是什么？无常啊。你说哪有那么倒霉？你有机会去看哈、啊，你有机会，如果火葬场多走几趟，你会发觉真正老的不多，真正老的不多。嗯，好，这就一种观察这种东西的话，我随时啊有恶人，那我随时将死，那以这个来念啊，这个不是你的，哎呦好恐怖哦，不是，是要你想。想这个无常大鬼随时夺我的命，那我对世间的爱着，我当如何？随时我就舍命，随时因缘到我就去掉，乃是我现在，其实这里后面有讲，我刹那之间我就在舍命了。好，就无常，因为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啊，其实我就在减了啦，我不要等那时候，我就是在减了。所以因此我还是跟大家提，就是说在这个世间是不要保留太多计划，你的计划尽量是单纯清净的，那还有就算计划下来也随时有终了，它不是轻易退堕的意思啊。是我之前不是讲说我现在盖寺庙，我盖到突然死了重病，你也必须要讲说圆满了，你说没有圆满了，还没盖好，你说我的任务圆满了，有没有盖好？后面的人是我的任务圆满，你不能我们刚完 K， 我死不瞑目，我眼睛不能闭，哎呀，这就麻烦了。看似功德很大，其实你就知道是爱着，
不是尽力做，时间到到就到。那这个就是平常准备的，我们应该来做功夫，我念时间到到，时间到到，这样。好，所以我们看啊，问曰啊，云何以无因缘故修念时？答曰：无因缘，无方便，以身能令不死。如日月出，无因无缘啊，无因缘，无方便，能令不没。如是无因缘故修念时，就是说你要知道，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你不死，就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死，所以你不要对死存着侥幸心理。好，说我可以延长，我可以怎么样，不要，因为不可能，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就这样。哎，就放下来，因为一旦你心存爱着，你就会开始以为维持这个生命做极多的努力，但却是枉费你的时间体力，枉费你的功夫，因为它一点作用都没有，不可能停。好，好吧，即便就像世间，你们把你的寿命延长了，我现在用大家用一个选择，因为大概因为讲归讲，大家不一定做得到。假如你现在的往能往生，现在讲当然你们会了哈，但真正的说倒不一定会了，现在能往生还是要你要多20年，但不一定往生。当然现在都很聪明，对不对？可是生病的时候还是会显那一边哦。你如果要往生，很简单，就是现在不要挂碍，好好念佛。好，那你说假如我现在走能往生，因为现在刚好种一年后，我就不要管，我就好好念佛，我可以往生。那如果我现在有医药，我一直往医药上一直找找找找找，好，因此我延长20年，但我的时间不是浪费掉了吗？哎，这讲是很简单，可是你看我们大部分到最后，我们是用一个答案，就是活来的，但不是啊，活来不来其实不无关于活，活一定来啊，是你能不能请他来啊，你的心打不打开迎接他来啊。结果因为你挂碍生死，所以佛才没接上你的 啊如果你要这样讲，你就讲说你设想说是佛来，那我要不要去？不是，是你现在有没有决心要往生，你有决心的时候佛就来。所以应该在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你的生命能延多长随缘，我现在最重要时时把握我的正念。如果我做这样的抉择，其实最后的结论就是你时时把握正念，你随时准备舍命，应该是这样。那这个心，这种恳切心念佛才念得下去嘛。你要是不带着这种恳切心，对世间多愁希望跟期待，你就多了很多心，你就不能都摄六根啊，你眼见色就会直摄跟摄跑啊，对阴身对好阴身坏阴身就更加计较，对好色坏色更加计较，你刚才没办法跳出来啊，是不是？好，所以要知道必死，不用心存这个侥幸。那既然必死，当然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必死是对死的恳切了解以后，从这里引申出来啊，对死的接受还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不是从此认为人生了无希望。不是，我还是该再次提醒，就是知道必死，而必死为什么必死？因为有生必死，所以我要接受这个因为由因缘所造作的生死，那我就在这里面面对，因为已经生必然死，但我如果能在这里面恰当应用这个生死，我可以得更好的生，往生上住，再过来我乃至能超越生死。是，所以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对生命去维持。好，那我现在唯一如果要维持的有一个观念，不是要你践踏你的生命啊，是什么？道业未成，守护身体，只为这个想法而已，不是为了求生，是为了求修道因缘。所以那我随便反正会死，不是那种是轻慢生命。我们现在是道业未成，
我珍惜每一个时间努力修学，而不是把休息时间去照顾生命，是照顾生命以便修行，这要弄对。啊，我跟人家说，哎呀，不用执着，人必然会死，所以没关系。啊，有的甚至有些老和尚啊，早点死好了。我说你念我一心了吗？没有，不能有这么想的，随时来，随时走，没错。但我不轻易那个，因为我还没成就啊。我今天有一天能用就一天用，是这样。哎，好，三问曰：云何以本取故修时啊？修炼时，答曰：彼先多才王、大圣王、大神力、大善见王啊、欲生王等啊，彼一切王皆入十法，故是其诸仙人大神通、大神力、毗沙弥多啊、蛇摩达里仙人啊，生出水火，护入十法，就是说，乃至你有很多的神通，照样入啊十法。故是先生闻有大智慧、有大神通、有大神力、舍利佛、目犍连等，已入十法。故是诸缘觉人自身无私啊，无私一切功德成就，亦入十法。啊，故是诸如来运供正觉无量无上明行具足，道功德彼岸，亦入十法。何况以我稍时寿命，不当入十法。啊，如是啊，以先取故啊啊，修念时，什么？就是说，第一个是什么？时免不了，这是几个面向帮助你，就是说，没有一个。这个第三是什么？没有人例外。第二个是怎么样？第二个是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死不来，这是一个就任何没有因缘让生留住，没有让死不来，这是无因缘啊。那第三最主要是说，任何人皆平等。本取的意思啊，其实这个本取意思啊，应该讲本质，本取就是本质的法尔的有生必死啊，这谁都必须要面临死，即便是我，你有什么好埋怨的？你何必去求一个例外？你无例外啊，连我这个生灭生都无常生，都要舍无常生啊。所以你也不要在这个，这就另外一个面向啊，就你看到自古至今任何大威德利者无一例外，那这个无一例外就产生多大意义？就产生第一个，谁都不能逃避，那大威德利非我所求，我要求的是圣者的超越生死，那至于我爱的生命，这个是啊，我不求，那世间人的富贵我不要，那乃至这个世间人的富贵，因为他也必死，那他没有解脱生死。那面对圣者呢？圣者也舍无常生，所以我也不执着无常生，但我要学圣者的超越生死，是不是？这就是这一点啊。好，所以这是本取啊。再过来问曰啊，这个第三第四哈，云何以身多属故修念时？答曰：以风堂和合成于十法，或诸虫种和合，或饮食不调成入十法，或毒蛇蜈蚣色油盐啊蛇鼠吃成入十法，或狮子虎豹龙牛等啊等对。等对应该是碰到吧，啊，那个对，有的有，有的有这个字，有的没有。或那个对的意思应该是遭遇啊，等对啊，沉入十法，或人非人所杀，沉入十法，此生如是多所属故，修念十法。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现在有时候，那个病那个病啊，因为太多了。
想到最后花钱，哦，光黄这个黄不来啊，光现在夏天我们就要开始防什么台风了啊，哎，防这个防那个防到最后那个得这个病得那个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哇，觉得人生哦，光忙这个忙不完，防也防不完啊！啊，现在资讯不是越来越多吗？多到你化解，其实把所有的大家看得到的死亡阴影都越来越呈现出来。以前还不会啊，以前说那发生灾难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消息没出来。现在不是，随时都知道，所以变成，像台风。我常讲台风之前的人是也没有收音机嘛，啊，有听也是刚到的时候，现在不是啊，以前是紧张两三天啊，我们现在是紧张一个礼拜。台风来啊就开始注意录像录像录像，哦，终于闪过去了，但最近两个都闪过去了，又进来了，进哪里啊，会不会是在秀姑峦溪，这下就麻烦了。然后反正都要来，可是已经忙一个礼拜了，防也防不了，你又不能去把它挡下来。对了，可以做一些防台措施的啊，减少损失。可是你看，一生就是为这个，每个夏天就开始台风啊，开始忙啊，对不对？然后就病啊，那个有病啊，这个有病啊，到处都病了啊，到最后发现说，哎呀，人生无尽辛苦啊。要照顾这个照顾这个照顾完到最后好吧，勉勉强强没有，终于没病，结果还是死，老死不得圆满啊，一生就是受众多死亡威胁，过马路要小心啊，现在还有歹徒啊，这个是啊，坐飞机不坐还好，坐了就一直晃也会紧张啊，坐船的也会，还有流行疾病 SARS过来啊，大家的口罩戴着一道，那个像那时候我还出国，哦，每个人都戴着这样，啊，其实不走也不行，走大家觉得说啊，这个飞机啊怎么样？后来又为了要坐飞机，还调查这飞机感染力高不高啊？就你看，是的，那不是那一次，那个什么，那个禽流感 H1N1 啊，还好后来死下来。因为大家一怕说它一流传下来啊，一传染下来，流行下来会产生怎么样？其实你要知道，那个英国他们都为了这种禽流感之类的，准备好几百万个丝带。哦，那是不怕啦哈，我们不怕，他们都怕，那个专业都怕。他们怕一流行一时兴，因为现在流传太快，现在交通工具挡不住啊。你看到，墨西哥的那个病没多久就到台湾来了，你怎么挡？我们都在挡啊，还是进来了。墨西哥呢，就进啊，还好这个病毒原来到最后，其实病毒不是想象那么强，万一很强，这下你就知道是多少了。过去在地球这几年前啊，曾经死过几千万人了，我们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我就死一大票这样 啊新闻也没再看，所以那时候很安心，没问题没问题，不过死一两千人，以前一两千万人，所以他们才会准备几百万个世代啊，我们福报够大，所以不怕不知道哪时候来就不知道。其实他这个讲法就是说，世间如此，随时因缘就来。这个实际上是从多数，就是说很多人都可以干预你的身体，很多的机会都可以拔掉你的生命。从你本身的病，风痰和合乘以十法啊，然后你里面的病菌，还有你饮食不调，还有外在的毒蛇，会不会有啊？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三宝加持，就是有法师也被蛇咬死过的，有啊，有人啊，以前我们在那个山上有听说有一个法师是被咬的，不过我们明明看到都是小的啦，一般是怕踩死他，也是毒蛇，不过我们这里的好像比较壮一点，
我们这里的比较营养，所以每次看到的都比较长一点。嗯，我们那个金刚寺那边都是小的，有点像蚯蚓这样，所以有时候怕踩死它，它来这里就怕被缠到它。这里的稍微比较强壮一点啊，不过还好。嗯，那天听说我们还抓了一个很长的哈，哎，哇，这样才好啊，这样修无常啊。嗯，因为这我们现在修的这个以身多俗就要靠这个啊，所以偶尔这个佛要派几次过来，嗯，看你们懈怠就晃几下会无常哦，哎，好，然后菩萨现变个蛇来爬一下，然后就回去了，那我们就吓得要死，要淡定无常，淡定无常。我因为日子太安逸了哈，偶尔来跟你吓一吓啊。不过从这里就是这样看，包括人非人也会由外在的人跟非人，只要恶缘现前，随时都夺你的命啊！那知道说，所以我其实有众多病不安稳处啊。所以这里不是还有个叫那个毗昙里面讲要个末魔，末就末端的末，魔就魔你的魔哈，魔你住的魔，末魔就是众生的死穴，死穴。那个有200多个这样的身体，他一撞到就是受到撞击，那就是，所以等于是我们的好像那个以前的点那个穴啊，一点死穴，那他就是这样。我们连经典里面也有谈到说有这种东西，那一撞啊，哎，一伤害到，可能就很快就死命了。然后再过来你看啊，问曰：云何以受无力故修念死？其实这都从不同的面向啊，也可以重复，也可以重叠来修，但它是强调一点，就看你自己在哪一点上能受用，你可以依这个8个角度来念时，让这个死的那种死的念头啊能明确现前啊，就是说这个死的产生对死的正确观察，这个正念力啊能现前。答以恶行啊，怎么来观察呢？啊，以受命无力故，修以念死；处无力故啊，处无力故，依无力故啊，而成受命无力啊。那我们这样讲说，云何处无力故受命无力？问曰啊，云何就处无力故受命无力啊？第一个就是说，前面是讲说我们身体会。还有好多因缘介入可以拔我们的命，现在就是说你本身寿命啊，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坚固的东西。好，那从自己本身生命里面啊，他讲说答曰：此生无自性，如水泡玉，如芭蕉玉，如水墨玉，无有真实，离真实故，如是处无力故，成寿命无力。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生命什么都没有一个实质法，是一个众缘和的生命体，所以只要缘散就散了。你要是说有一个东西哦，一个柱子在啊，那你它有力，那我们来维持它有力，因为它在啊，那它支撑着。但我们现在寿命什么如水泡啊，有那个样子，但只是众缘，只要众缘啊，它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只要因缘一散就断掉了，哦，它不是那个实质可以支撑你的东西啊，说散就散。所以有时候所以我们看啊，包括最近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啊，有就在我们眼前的人啊，真的一年一到就一直啊，一个好好的人就一直退啊，走，一下就不见。你发觉你好像要用什么方法去维持它啊，给它养分，给它什么东西哦，甚至有人用气功怎么加持，嗯，说退就退，因为啊，说它的因缘组合本身就是一种虚妄法。你看他就讲说此生无自性啊，那就一直退失掉啊。问曰：云何依无力啊，一个是处无力，一个是依无力啊，对不对啊？修一念是处无力故，依无力故。那我们现在两个，一个是处无力，我们现在讲说，云何依无力故，承受无力啊？答曰：是民啊，出入习所服啊，
我们就是靠出力出力气啊，所以我只要把你鼻子一捏你就死了，很简单哦。我那么壮的呢，那只要鼻孔一塞就完了，那脖子一夹就只要吸不进来，没想到一个呼吸啊就可以断我的命。哎，四大所服，饮食所服，四微仪所服，卵所服。这个卵呢、啊、应该就是呼吸热气的啊，这个我要删掉一个那个缓，那个要删掉没删成啊。卵就是我们的那个气息啊，啊其实气息造成我们的卵就身体的热嘛，对不对、哎、如是一无力故承受命无力啊、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其实谁在支撑啊，暂时和和、哦、好像很壮，其实都找不到一个真的可以依赖的，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所以他如果一没就没。那你看靠出日期，靠四大，靠饮食，靠思维仪，靠我们现在要有很多因缘嘛，和合好，那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软弱无力的，只要一没有就退失掉。如是一无力成寿命无力啊，那所以说对这个生命来讲就不会太信赖，对身体就不会太信赖。第一个，我的危险到处都有，那我的身体本身不具足，第一个介入来影响我的机会太多，而我本身却没有坚固的防护，没有一个坚固的东西可以挡住外面的侵害，就本质不够啊啊，先天不足啊，前面那个是后天失调，所以你这个生命啊随时都可能坏掉。那这时候应该怎么样？思已过，命亦随减，到最后应该当勤精进，慎勿放逸。那不然苦行勤重进那句话都快麻痹了、哦、那他是用四日已过，命亦随减，那我们应该要更清楚了，以这个应该当勤精进，慎勿放逸。所以这个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当比较大家比较轻松啊、哦、可是实际上大家应该要用比较恳切的心啊，这个东西就是此时不处理以后会出来的啊、哦、这个其实也是我不是讲吗，这个都是我很多观念跟这个观念都还是有连结的，包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涯规划和这个也都有关，我们要么利益众生，对自己的道业有帮助，要么为自己修行有帮助，除此之外没兴趣，没兴趣，因为虚虚假假也没什么用。对，这个都是从这里来。那加上如果你还要我身体检查红痣很多的时候，你就更急了。嗯，这个哪时候哎怎么样啊？哎，也会有这种帮忙啊。帮助你更容易放下。如是以此恶行，以受命无力故修念于死，这个就是由这个地方来修念于死。再过来我们来看，问曰：云何以远分别修念死？什么叫远分别？答曰：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啊。答曰：从与久远一切已生于现在是不过百年，皆入十法啊。所谓久远分别故修念死故啊，因为这个语词啊用词不是很明确，这一段话有感觉就比较明确啊。因为很少这样的讲法，但我试着以我的理解跟大家提啊，不过意思大概可以说出来啊。那你是不是就很精准？因为它的用词不是很明显，这可能是翻译，还是说有其他？因为要找同样的用词啊，眼分别啊，这个不容易看到。那眼分别有的讲说，我现在持能持续多久啊？所以从这里面有一堆类似这种意思啊，我后来发觉啊，大概是这样啊，我们看下去就知道啊。复次当修啊。我以日月俱能得佛啊，我
我这一日月能啊，日为日月思维啊，世尊诸法我得大恩，如是一日我具能果啊，就是我到底能不能拥有这一日月。或复啊，半日我具能果啊。哎，你看啊，世尊诸法我得大恩，我受用了，但因为他这个词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就把它连接起来，因为这跟我得大恩有什么关系？就是说我既得法，但我还有没有一日夜可以修啊？我能不能持续？我现在这个东西能让我能维持多久？好，一日夜吗？或复半日，我俱能活。或复稍时少时，我俱能活；或一时时，或半时时，我俱能活；或四五揣我俱能活，啊，四五时好的，或入席时，就是我这个时间四五个阶段，四五刻，哈，啊，我入席时，我俱能至出席时，就是我真的能啊。就说我现在入席能延续到出席吗？我从出席时或出席时，我俱能至入席时，以久远分别故修念时。啊，久远分别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就顺着前面所讲，我从以久远一切已生，以现在时不过百年皆入时，就久远不管你多久，反正到现在没有一个例外。那都入时的时候，我现在呢？那我能维持多久？我可能一天。从久远来，我这个所获得的这个生命啊，到底能持续多久？从远的100，最多100，然后再过来，一直推到我能不能这一日夜？所以我没有把握能活这一日夜。啊，那这个情形跟前面讲的话有点相近，就是我们其实他这个紧迫性啊，如果以凶恶族修行念时，那是因为有恶人，这多了一个恶人，但我拿随时都可以死。那现在是另外一个想法，是怎么样？这个讲法就是我这个时间我能拥有多少，我又没有把握，我远分别就是我这个生命能持续多久，这个远的意思就是一种持续啊，我能远到哪里去啊？就是我这个寿命我现在拥有，我有没有把握到下一餐这一天？但我就算能远最多到100年，但我没有把握，因为每个都死，那我也不知道，我从这里面就时间量来讲，我真的可以吗？我没有把握。所以世尊诸法我得大恩啊，如果配合这个来讲，我们讲说我得此大恩，但我能不能受用它？我是不是一天就完了？我根本都还没成就，那我这一生命就过去了。好，当然是从这个文字，因为这一段里面讲的不是很明确，不过我们大约从这个道理来讲，应该是推测这个道理啊。不过这个道理我们这样推测，就算他跟他那个本文啊，因为不知道，也没有其他人注解这里，但我们从这里应该还八九不离十才对的啊。就是说我对我的啊寿命能持续多久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我就依这个来延续来进行啊，我就说必须保持时时念以无常。那我可能一下我出入席就不见了，那这样的话我对这个生命的爱着，我有什么对他赋予很多的期待，所以变成这个场，当我的寿命不能被我掌握时间的时候，那我当然不会一直做很多的，就是我们讲嘛，不是人不过百，经常做千岁梦，要想说我未来如何如何，想得好久好久，好远好远，跟这个无关，是好。再过来问曰：云何以无相故修念于时？
答曰：以无有相，实无有实，以无相故，修念于实。实是什么东西？实没有相。所以实有没有？哎呀，这个死神来的，那个西方的，就是一个戴着那个黑帽子的，那个拿着那个镰刀那一个的来的，哦，那所以就由这个死神又死神来的，没有啊，死神没相的，死神没相的。好，哦，你看我们那个黑白无常跟死神样子不大一样啊，哦。我们那一个很高一个矮啊，哦，那所以说这要是东西方的死神碰面，不知道是怎么样。你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说你看死神都是从文化里面出来的，在这个文化里面塑造出这个像出来的。其实死神哪有像？死神无相的，所以死神无相，他说实无有实啊，实哪说来没有，他没有相，以无相故修念于实。所以我们现在实，他有说你可以预定他哪收到吗？他有没有存在在哪里？没有，所以只要因缘一到就没有。所以实没有相，实不是在那里可以让我去防，可以去让我逃避啊，不是。他只要因缘到，他说以无相实无有实，以无有相实无有实，有相有生灭，有生灭有时间可以期待，他没有，他随时无常大鬼一来在哪里？来在你生命当中，啊，马上就走。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我道。